级汽车。疯狂的植物，疯狂植物车，第99次实验开始。司机，成功了！有了这个发明，我肯定能打败超级汽车。去吧，疯狂植物车，让贝勒小镇的植物变得疯狂吧！哈哈哈。帮我拍得漂亮一点哦。怎么打不开了？救救我！这些植物都怎么了？呼叫指挥中心！贝拉虎、开心虎，小镇出现了许多疯狂植物，我需要帮手。没问题，也许酷宝能帮上你的忙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全能收割机高伟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清除了所有疯狂的植物，真不容易啊。怎么又来了？是我们。恭喜你们任务成功。互换工作，好无聊呀，每天都在不停地送货，一点意思也没有。拜拜，我要送客人去沙滩，先走了。再见，妮娜。真羡慕妮娜，每天都可以载不一样的客人去不一样的地方，肯定很有趣吧。好了，班班，可以出发了。目的地是……我知道，农场。反正每天都去那里。
斑斑，又见面了。嗨，妮娜。斑斑，你看起来好像不太高兴。唉，我的工作太无聊了，我想换个工作。换工作？那你想做什么呢？嗯，我觉得你的工作很有趣，我想试一试。好呀，那我们互换工作吧，我替你送货，你替我送乘客。太好了。贝乐虎开心虎，什么事儿呀？斑斑，猪大叔很着急，你快把他的货物送到农场去。好的。哦，可是我刚刚和妮娜换了工作。换工作？没错没错，斑斑帮我接送乘客，猪大叔的货就交给我吧。那好吧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，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巨无霸货车斑斑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是啊，这份工作太难了。我们还是换回来吧。我是跳跳出租车，不送货物送乘客，乘客乘客要去哪？放心，马上就到达。我是巨无霸大货车，肚子大哪能装货？跑到东来跑到西，送货从来不犯错。是和我，不要不要换工作。今天差点闯祸，幸好问题都解决了。斑斑，妮娜，酷宝，我听说你们今天换工作了，好像很有意思，要不要跟我换换呀？不要啊！水下救援。滑冰喽！大家快跟上！哟吼，太好玩啦！朋友们，看我的表演！360度旋转！哇，好厉害呀！嘟嘟，麦嘟嘟，谁来？
你怎么了？拉嘟嘟和麦嘟嘟都掉进水里了，我也被卡住了，快来救救我们！好的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！超雷达警车，雷克！火箭赛车，旋风！大力士吊车，玛丽！超级汽车，出动！冲呀冲呀向前冲，加速加速加速！冰点碎裂很危险，开始分头救援。伸呀伸呀长手臂，边长边长边长，让我紧紧抓住你，保证安全落地。快救救我的朋友！别担心，交给我们，开启潜水模式。雷达开启滴滴滴，发现目标 go go， 紧急救援快行动，向上游啊游。怎么动不了了？我去看看。加大马力轰隆隆，快速向后喷气，用力用力向上推，终于解救成功。旋风做得好。怎么办？出口被挡住了。我们必须尽快找到新的出口。找呀找呀找一找，出口在哪里？找呀找呀找一找，哎呀找不到。地面太厚了。那边有光，我们快过去。长长手臂有力气，冰块吊起来，朝着出口游啊游，救援成功啦！啊啾啊啾！谢谢你们，超级汽车。刚才真是太危险了。你们看见这个提示牌了吗？这里不能滑冰。我们知道了。